伊细仔讲，内面的囝仔恁着听，恁予人为人，敢算做小可恶？也欲予我的上帝为人吗？因为安尼，主本身欲予恁一个兆头，看，有在是主欲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伊玛瑞伊。伊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名称作奇妙牧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伫第一位、和平的灵君。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，就是伫台北的宝座甲伊的国，要用信化公义来建立伊，分予伊。最终到永远，万分的摇头花，一个心要写这个书。那这是以上。